晕倒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凯。今天是2021年8月26号星期四，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东部和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7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了2021年我国早稻生产情况，数据显示今年我国早稻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单产水平有所增加，早稻产量较上年小幅增长。2021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0亿斤，比2020年增加14.5亿斤，增长2.7%。从单产水平看，2021年全国早稻单产每亩395公斤，比上年增加每亩11.5公斤，增长3.0%。去年受到洪涝灾害影响较大的安徽、湖北、江西等省份，今年单产水平呈现恢复性增长。今年早稻播种以来，主产区大部时段气象条件较好。尽管沿海部分地区受台风影响，早稻出现倒伏，但总体影响有限。从播种面积看，受到天气和种植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2021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01万亩，比上年减少24.9万亩，下降0.4%。各地多措并举稳定早稻生产，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开展料荒地复垦复种，落实各项支农惠农、种粮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等政策，早稻播种面积保持了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全球疫情持续演变、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夏粮丰收和早稻增产奠定了全年粮食稳定生产的基础。目前吉林省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长势良好。走进公主岭市龙山满族乡，一望无际的玉米随着阵阵微风荡起层层波浪。家住和平村的李静波今年种了185玉米田，他告诉记者，今年玉米长势很好，现在正处于灌浆期，也是玉米籽粒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植株的抗性降低，易受病虫害侵袭，农业服务站的技术人员主动来指导病虫害防治。我们市里植保站发放了草地残叶蛾诱捕器48个，每个村呢2个点，一个点是3个，到目前来看没有虫害，还挺好。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好。在珲春市马川子乡南山村，村民郎洪波的稻田里，一串串泛黄的稻穗随风摇摆。作为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今年郎洪波的150亩水稻田也长势良好。水稻呢，今年产量还算可以，预计是12.3万嘛，一公顷。丰收有基础，科技是保障。8月下旬，水稻进入灌浆结实期，也是粮食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当地农业部门派遣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绿色防虫防病等技术指导。隔几天就来指导，经常关心，所以我们这今天庄稼挺好。在乾县大峡畜牧场的玉米千米条田内，玉米排列整齐，颗粒饱满。今年大峡畜牧场共种植玉米7万亩。总经理刘启雷告诉我们，曾经雨停地干、10年9旱是制约当地农业生产的最大瓶颈，但今年在吉林省农科院的帮助下，他们采用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对作物进行水分和肥料的点对点自动化精准灌溉，既节省了人力，又提高了灌溉效率。普通的农户省60%的水，普通我们老百姓的用水灌一亩地呢，大约需要50吨，那么我们用这套设备呢，每一亩地15吨左右。吉林省农科院有一个8人团队，长期驻扎在大峡畜牧场，提供从种到收的全程技术指导，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套半干旱区改土水肥一体化技术模式，去年工顷产量突破了3万斤。
从渔养农业的靠天吃饭到规模化种植、科学化管理，科技创新给农业高校持续发展增添了内生动力。下一步呢，我们还要增加一些科研方面投入，围绕春天这个正压保苗技术和盐碱地改良技术进一步的投入科研力量，同时呢要在人才培养和农民这个培训方面进一步的加大投入，让广大的这个农民呢都掌握这项技术。吉林省作为全国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试点省份之一，今年粮食计划播种面积达到8570万亩左右，玉米播种面积稳中有升，上万名农业专家、土壤医生常年累月在乡间奔走，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提供科技支撑。我们来关注东京残奥会的消息。昨天是东京残奥会的第一个比赛日，我国轮椅击剑队的李豪在男子佩剑 A 级的比赛中战胜了乌克兰选手，为中国代表团收获首枚金牌。李豪是首次参加残奥会，在半决赛中他击败了队友田健全，闯进决赛。李豪在决赛中的对手是乌克兰队的麦科。开场之后，李豪进入状态很快，取得了3-1的领先。此后曼科调整了战术，连得6分，处于被动的李豪经过短暂休息之后将比分追至8-8平。比赛进入第二局后，对手心情急躁，抢拍送给李豪一分，随后李豪一路领先，最终以15-12艰难拿下比赛。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残奥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第一块我没啥感受，我现在说实话我现在脑袋有点空白，虽然是我第一届，我应该是没有什么负担，没有什么压力吧，我前行吧，我觉得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其实很多我背后支持，首先得有国家啊，我们上海提供我这个平台，然后一站一站的积分，然后获得资格，我去参加东京奥运会，然后再次拿到冠军。其实我现在还是蛮感恩的。有句话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从1960年起，第一届残奥会，无数的残疾人运动员就在残奥的赛场上诠释着自强不息的生命真谛。那么残奥会和奥运会相比都有哪些不同？本届东京残奥会又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呢？残奥会有哪些特有的运动项目？残两个特有的项目，硬地滚球和盲人门球。硬地滚球起源于古希腊，运动员需坐在轮椅上进行投球，得分以投出的球距目标球的距离计算，累积分最高者获胜。盲人门球是奥运会最激动人心的项目之一，每支球队都有3名球员在场，通过将球快速滚入对方球门来进攻，对方则用整个身体来阻挡球。截肢运动员如何跑步？对于腿部截肢的运动员，可以在比赛中佩戴假肢，这种假肢由碳纤维制成，坚固且轻便，外形像猎豹的后腿。盲人运动员怎么踢足球？5人制盲人足球是残奥会上颇具看点的项目之一，运动员在比赛中会戴上眼罩，比赛用球也会内置铃铛，运动员能够通过声音来判断球的位置。除此之外，对方球门后还会设置一名引导员为球员提供指导，引导员可以用事先商量好的口号，也可以在罚点球时用工具敲击门柱来传递信息。日前我们的栏目曾报道过神舟12号航天员在太空的工作生活情况，3位航天员呢还说他们在太空中业余生活也相当丰富，能跑步、听音乐、练书法、玩乐器，还能打乒乓球。看了航天员展示的太空乒乓球，有网友说国球冲上太空了，还有网友替马龙、许昕、樊振东留言说这个组合我们打不过。3名航天员在太空打乒乓球的消息呢，已引起了国乒的注意。乒协主席刘国梁、女乒队员孙颖莎也发视频表示，向航天英雄学习，期待他们平安回家，回来一起切磋球技。3位航天英雄，你们好，你们把乒乓球带上了太空，让国球摇身一变成为宇宙乒乓，让我们乒乓球人倍感亲切。东京奥运会前，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书写了中国载人航天史上的又一壮举，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看到你们在太空上打球的画面，真是太开心了。期待你们平安回家，也期待着与你们一起切磋球技。三位航天英雄，你们好。临近东京奥运会时，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成功飞上太空的新闻，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我告诉自己，对靠强大祖国，我也要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升国旗、奏国歌，像你们一样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很荣幸和骄傲的是，我做到了。身处中国乒乓球队这个光荣的集体，我会继续刻苦训练、锤炼能力、顽强拼搏，力争继续谱写国球辉煌，等着你们凯旋哟。2020东京奥运会已经结束了，不过关于东京奥运会的话题还没有结束。前两天，东京奥运会女子蹦床冠军朱雪莹发布了一条微博，她的奥运金牌被抠掉了一层皮，迅速引发了网友对本届奥运会奖牌质量的关注。8月23号晚，东京奥运会女子蹦床冠军朱雪莹通过个人微博“白桃乌龙小原子”问道：“你们的奖牌也能抠掉一层皮吗？”并配上吃惊的表情。朱雪莹还在评论中向网友澄清道：“一开始真的不是她故意抠的，只是发现缺了一小块，她以为是金牌脏了，就拿手蹭了蹭，发现缺口没变化，就抠了一下，然后就……”奥运游泳冠军汪顺隔离结束，被问到金牌有没有掉皮，他表示也掉了，不能抠了。啊，也掉了，那天给我抠了一下，然后我抠完以后我就立马不能抠了。据东京奥组委介绍，2020年东京奥运会奖牌直径为85毫米，最薄部分7.7毫米，最厚部分12.1毫米。其中金牌重量约556克，纯银外镀6克以上金；银牌重量约550克，铜牌重量约450克。据了解，制作东京奥运会奖牌的金属来自日本人使用过的电子垃圾，他们用电子垃圾中回收的黄金、银和铜来制造5000枚奖牌。东京奥运会金牌掉皮事件引起外界关注后，本周二有媒体联系采访东京奥运会奖牌制造商日本造币局，对方表示尚未关注到此事，东京奥组委可能对此进行调查。朱雪莹通过个人微博再次展示了自己的金牌。昨晚就是这个位置有一块小小的这个掉皮的现象，然后我因为有点强迫症，然后现在把它抠的已经好像看不太出来了。朱雪莹说，先是教练发现她的奖牌上疑似有一点污迹，便用指甲抠了一下，发现好像能抠掉皮。她不知道其他获奖运动员有没有同样的情况。其实我没有想去更换这个奖牌，我觉得奖牌就是一个形式，一个收藏品，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或者是更重要的是奖牌背后运动员们的这个付出和能够为祖国争得荣誉，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我们来关注食品安全。近期，华莱士、杨国福、奈雪的茶等6家连锁餐饮及超市门店陆续出现了个别门店程度不同的食品安全问题。这其中呢，火锅品牌小龙坎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内已经3次因为食品安全问题而道歉。那由此看来，部分门店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并非突发和偶然。山东济南一家小龙坎火锅店，媒体记者调查发现，每天售卖几十份的鲜鸭血里面并未含有鸭的成分，却检测出了机缘性成分。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的突击检查发现，在这家知名品牌的连锁店售卖的鲜鸭血不仅是假的，而且都来自黑作坊。而网红茶饮品牌蜜雪冰城则是在卫生和产品品质方面被发现了问题。开封的牛奶到了废弃时间改日期，开封的红豆、燕麦罐头、
到了废弃时间改日期，过了效期的产品不用废弃换新，改效期追踪卡，有了异味的红豆罐头还能凑合用。这是发生在蜜雪冰城门店的场景。类似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另一网红奶茶品牌奈雪的茶，它的上海、北京多家分店都被发现了相同的问题。记者通过随机应聘卧底奈雪的茶，发现其北京多家分店存在蟑螂乱爬、水果腐烂、抹布不洗、标签不实等问题。还是连锁品牌，在北京一家华莱士快餐店掉在地上的炸鸡捡起来继续卖给消费者，剩油过滤一下接着使用。在杨国福麻辣烫一家门店，猪肺拿来当抹布，青菜不清洗，食材已经被老鼠咬过，还要继续提供给消费者。打漏了，我告诉你，这有啊，这都是老鼠咬了。今天咬漏了，那一包要打出来。行。济南的一家大润发超市则把不新鲜的肉作为特价肉卖给消费者。那个是什么的味儿？看到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让原本很多消费者心目当中所谓的网红品牌的形象大打折扣。而最近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公开了这六起引发群众关注的食品安全案件的查处情况。餐饮连锁企业的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各方的高度重视。事实上，近年来全国多地也关注到了餐饮连锁企业的食品安全问题。连锁企业的食品安全如何有效监管？从此次公布的几起事件中，我们看到，只有北京市对涉事的华莱士快餐店依法吊销涉事门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及罚款处理之外，其他几起当地有关部门主要采取了罚款手段。而在此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吹风会上，则要求要全面排查同品牌所有门店，强化总部管理，严惩涉事门店并处罚到人，惩处涉事企业，同时追查上下游和同行业各有关企业。最近，偶像组合天府少年团在成都发布单曲，宣布出道，引发了持续的关注。这个组合由七名男孩组成，而平均年龄只有8岁。这一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不少网友认为低龄偶像的出道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和正常的成长。来看记者报道。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天府少年团的成员最小的7岁，最大的也只有11岁。该组合经纪公司是时代星空文化传媒成都有限公司。24号，记者联系到这家公司一名负责招募合作伙伴的工作人员，他表示，天府少年团经过挑选产生，由公司承担成员的培训推广费用。孩子只要活泼开朗就可以。这选拔标准这边呢，还是交给评委老师来看。男孩女孩都需要。最小的年纪可以到多少呢？5岁就有基本的读写能力，才艺都是在我们这边培训的了。如果孩子够优秀的情况下呢，我们公司是不用您来交费的。天府少年团因低龄化引发热议，一些网友表示担忧，这么小的年纪让孩子们好好读书享受童年不好吗？进入娱乐圈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成长？有媒体也发表评论文章称，别让童星出道透支孩子童真。看法嘛，就你自己感觉怎么看咯。这个你看社会舆论的话就不太行吗？这评论是真实的哦，我们没有去推。天眼查显示，时代星空文化传媒成都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是武侯区丝竹路89号-4号1楼。24号，新京报记者现场走访发现，该注册地址实为一家奶茶店。反正好像也是卖奶茶的。从他们手上接的是吧？不是，这是我们自己新加盟的一个牌子。时代星空什么传媒公司还注册地在这个4号，你听说过吗？没有。24号凌晨，时代星空文化传媒成都有限公司发布消息称，天府少年团已更名为熊猫少儿艺术团。
针对这一事件，24号的下午，成都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对媒体表示，对这一低龄偶像团体的走红，他们高度关注。对于网友质疑的其成员是否存在辍学的现象，目前也正在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核查。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工作人员表示，正在核实天府少年团所属公司是否在管辖区域内备案，如果有备案，会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对于争议呢，此前天府少年团的经纪公司亚洲星空娱乐发文回应，不做饭圈文化，没有资本运作，并将天府少年团更名为熊猫少儿艺术团。而在24号的晚上，公司又宣布从即日起解散天府少年团，声明中称会认真妥善处理后续工作。因为某些人认为的年龄小、后劲儿足、进步空间大，越来越多的低龄偶像是吸引着资本的目光和关注。然而，把大批还没有成年的孩子包装为偶像推向市场，使他们脱离正常的生活学习环境，我们不禁要担忧，这会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同时，还将出名要趁早这样的错误价值观传递给社会，误导那些辨别能力还比较弱的孩子。童星出道，偶像养成低龄化，这场从成团到解散风波也值得多方反思。家长应该理性的选择教育方式，不能拔苗助长，更不能被功利左右。同时，有关部门还需要拿出果断强硬的管理措施，别让偶像低龄化坑了孩子。再来关注一个纠纷案。近年来呢，人脸识别技术正逐步的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小区公寓开始把这种技术用到了进出小区的管理上。有的小区呢，甚至规定说刷脸才能进小区。不过有业主对此提出了质疑，担心个人信息泄露，表示拒绝刷脸，可以吗？近日，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不刷脸不让进小区引发的物业合同纠纷案件。在苏州市吴中区某小区门口，原来的刷卡闸机已换成了人脸识别系统，已经录入信息的业主只要刷一下脸就能进门。业主张先生认为存在隐私风险，故不同意人脸识别验证方式，每次进门只能跟随其他业主通行，给生活造成极大不便。我觉得这个人脸数据它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制度来保证这个东西不会泄露。小区物业回应称，采用人脸录入系统是为了更好的确保业主的安全。他人脸识别的时候走到那儿不识别他，无法认证的时候他进不去，我们立刻就知道你是不是我们小区的人，对不起，你出示你的什么，你哪里的，我们就可以去询问这个事儿。那么不是人脸识别，他可能捡一张卡，或者说别人给他一张卡，我们就没法控制。我不能说因为一户业主不同意，我这个工程不做。哦，我觉得这个也不能限制业主只能用刷脸，你应该有提供别的方式。业主张先生一再要求物业提供除刷脸之外的其他信息验证的方式，并多次投诉，始终也没有得到解决。无奈之下，2021年7月29号，张先生将小区物业告上了法庭。法院受理后，法官及时与物业公司取得联系，并实地查看了现场。确实，物业公司只有一这个刷脸系统才能够出入，它实际上这种行为是违反了这个刚刚通过的司法解释的一个告知同意原则。如果只要有一个业主不同意，你就要采取一些替代性方案。物业公司向法院表示，由于大厦交付时间久远，门禁等设备老化，遂进行改造升级，事先也征求了每位业主的意见。除本案原告张先生以外，其他业主均同意改造为人脸识别系统。后来我们就跟这个施工单位施工方商量，完我们再出点钱，让他又给我加了一套这个刷卡系统。在法院的调解下，物业公司同意增加一套刷卡系统。8月18号，吴中法院组织双方到现场完成刷卡通行测试，物业公司当场将门禁卡交付给张先生，双方握手言和，张先生撤诉。实际上，规范人脸识别应用，最高人民法院本月刚刚出台了司法解释，明确人脸信息作为个人识别中的生物识别信息，已经被纳入保护的范围，其中专门规定物业公司不得将人脸识别作为出入小区的唯一验证方式。
今年8月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新规明确，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建筑物管理人以人脸识别作为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出入物业服务区域的唯一验证方式，不同意的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请求其提供其他合理验证方式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根据这一规定，小区物业在使用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录入人脸信息时，应当征得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的同意。对于不同意的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小区物业应当提供替代性验证方式，不得侵害业主或物业使用人的人格权益和其他合法权益。最高法有关负责人表示，小区物业强制刷脸的问题社会普遍关注，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小区物业对人脸信息的采集使用必须依法征得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的同意，只有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自愿同意使用人脸识别，对人脸信息的采集使用才有了合法性基础，物业公司不能以智能化管理为由侵害居民人格权益。再来看两个新闻现场，近日在吉林长春街头，正值早高峰时间，一名行人突然晕倒，危急时刻，正在附近执勤的协警及时赶到，向他伸出了援手。没事吧，哥们？你咋的了，哥们？没事吧？清醒吗？这位昏迷的男子是长春市南关区交警在当天的早高峰勤务中遇到的。当时遇到这位男子的时候，该男子已经坐在了地上。当民警询问该男子情况时，这名男子的意识已经模糊。我们过去的时候，他已经就摔倒在地了，就自己摔的，就是脸的这个下面，全都摔的，就是伤口，全是伤口。然后我就掐他人中，掐了大概1分钟左右，他就醒了。醒了之后再次陷入昏迷，持续了大约20分钟左右。见该男子情况极其不稳定，民警也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就一通电话的功夫，刚刚苏醒的男子又陷入了昏迷当中。为确保安全，民警合力将男子移动至路边，并多次使用掐人中的方式促使该男子保持清醒。到路边之后，首先先给他放平，放平之后我就掐他人中，然后检查他的那个牙齿咬没咬到舌头，眼睛是翻白的，然后抖肩。在等待救护车到来后，民警也第一时间将这位男子的发病症状告知了医护人员，并帮忙将其送至救护车内。抽搐好几次了，然后一会儿意识清醒，一会儿意识不清醒。在那明明吗？伸舌头看一眼。目前有关该男子情况已通知其家属，而该男子也已经成功被送至医院进行治疗。马路上车流不息，咱们对各种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是见怪不怪了，但是您见过开碰碰车上路的吗？前几天浙江绍兴的街头呢，就出现了一辆碰碰车，而开车的居然是一位老奶奶，这可把执勤的交警给惊到了。8月17日12:30左右，我巡逻至古山路大佛路路口，发现老奶奶骑着玩具车闯红灯。老奶奶开着这么辆显眼的碰碰车上路，着实把巡逻民警惊到了，路上过往车辆也是纷纷避让。据了解，开着碰碰车上路的奶奶今年已经70多岁，幸好及时被民警发现拦停，否则遭遇事故后果难料。不，你这个车是不能上路的呢啊！不能上路，俺倒了，俺没办法，人忙出的队来了，当时。你这个车了是不能上路的，违规的。随后，民警询问奶奶是否需要帮助，奶奶表示家就在附近，自己将碰碰车拉回去就好。玩具汽车、平衡车、滑板车均不属于交通工具，只能在封闭小区、公园或者室内场馆等非道路场地使用。此类车辆在马路上行驶，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希望其他市民不要效仿，心存侥幸，忽视了交通法律法规。
进入生活服务板块，近日为方便流动人口申领使用居住证，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减少人员聚集要求，吉林公安手机 APP 和微信小程序研发了居住证电子证照模块，为群众申领使用居住证提供了方便。据了解，网上申领居住证电子证照时，申领人可登录吉林公安手机 APP 或微信公众号，通过居住证业务功能申请，经后台数据比对核验通过后，即可生成居住证电子证照。我们这个模块啊，也支持居住证的变更、补换领、移迁住等相关业务，实现了居住证网上申领、网上展示和网上核验，进一步方便了广大群众。据了解，居住证电子证照与实体居住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社保、医保、教育等用证单位可以扫描电子二维码核验，使居住证持有人能够享有居住地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服务和便利。同时，电子证照的推行将有效节约证件卡体硬件资源，简化办事流程，节约办事成本。居住证电子证照实行以后啊，可以极大的节约这个卡体资源，这一项呢就为财政呢节约每年大约200万的使用费用。同时呢，我们还减轻了基层的民警的受理负担，节省警务资源。同时呢，我们还这个使老百姓呢减少往返，使群众呢获得感和幸福感进一步增强。24号，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发布了我省关于规范校外培训广告行为的提示书，一起来看。为贯彻落实双减意见，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将严查校外培训广告，具体要求为各主流媒体、新媒体、公共场所、居民区各类广告牌和网络平台等不刊登、不播发校外培训广告，严禁各种夸大培训效果、误导公众教育观念、制造家长焦虑的校外培训违法违规广告行为，不得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内开展商业广告活动，并且呢，不得利用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具、教具、校服、校车等发布或者变相发布广告。同时呢，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呢，需要清除各类违法广告，停发相关学科类的招生广告、简章等。提示中要求，不得发布面向3至6岁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广告，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发布含有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内容的广告。工作开展之前，我们就深入到广告制作单位和发布单位，督促其落实主体责任，主动的开展自查清理工作，在全省系统内开展校外培训广告的一个清理整顿行动，文明执法并且谨慎执法，要确保这次这个清理工作能落到实处。25号，长春轨道交通6号线祝家屯站至岱山公园站盾构区间双线顺利贯通。随着大型盾构机的掘进，祝家屯站至岱山公园站盾构区间右线贯通，而左线已于7月初完成贯通。这就意味着该工区两个盾构区间施工任务全部完成，也成为长春轨道交通第三轮建设首个盾构区间全部完成的工区。今年的多雨的季节情况下，就是把这个工期尽量的就是按照我们设定的节点目标去完成。这个呢，双线贯通为6号线的这个顺利通车，这个又奠定了建设的基础。下步的施工目标就是说，我们要全力以赴推进，车站的出入口的施工。第二个是说，推进车站的内部结构的施工。长春市轨道交通6号线为连接城市南部的东西向填充线，线路串联起西部新城、南部新城和净月等区域，起于长春西部新城小开元铺，终点为长影世纪城。预计于2024年开通运营，目前整体工程进展顺利。规划的22座车站中，除长春西站先行待建完成外，其余车站已全部开工建设，实现主体封顶的有8座。盾构区间中有3个实现双线贯通，4个实现单线贯通。日前，国家应急管理部公布了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从8月1号起开始施行。规定对高层公共建筑内的排油烟管道和燃气用具安全做出了相关规定，一起来了解一下。据了解，多数烟道火灾都是由于没有清洗烟道或清洗不及时、不彻底，致使烟道内油垢积存、烟道温度过高被引燃造成的。
看似不起眼的油垢潜藏着很大危险。为此，吉林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检查人员对高层公共建筑内餐饮场所的烟道进行了检查。咱们这个就是油烟道啊，多长时间清理一次啊？嗯，一般两天三天这样。对，这个呢一定要确保上面没有油污，同时呢定期进行清理，这样呢避免发生火灾的情况。我们是三级检查制，就是专柜检查，完了商场负责人检查，完了包围检查，烟道喷淋灭火系统，就比如说这个烟道因为说操作不当或者是起火了，把这打开以后走的是消防喷淋水进入油烟道，在油烟道里边喷洒消防喷淋水，完了起一个灭火作用。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有一个风机的急停按钮，就是一起火嘛，得把风机停了，要不然给窜了嘛。明火被吸入烟道引燃油垢后，很难被及时发现。等到发现时，明火已充满整个烟道，并引燃临近烟道的可燃物，极易造成事故。因此，要求餐饮业主要定期清除厨房以及烟道的油垢，以免发生火灾。高层公共建筑内餐饮场所的经营单位，应当及时对厨房灶具和排油烟罩设施进行清洗，排油烟管道每季度至少进行一次检查清洗，高层住宅建筑的公共排油烟管道应当定期检查，并采取防火措施。餐饮业主要在厨房配备灭火器，确保在发生火情时第一时间扑救，初期火灾，避免灾情扩大。另外，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中还规定，高层民用建筑内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及其管路敷设、维护保养和检测应当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及管理规定。高层民用建筑内禁止违反燃气安全使用规定擅自安装、改装、拆除燃气设备和用具。高层民用建筑使用燃气应当采用管道供气方式，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地下部分使用液化石油气。受高空冷涡东移的影响，24号的午后开始，我省西南部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过程。目前，此次冷涡强降雨已经基本结束了。今天，我省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气象部门提醒，嫩江流域及局地需要注意可能出现的洪水风险。主要在我省北部和西部啊，仍然有这个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降水量呢可能在8到20毫米之间，其他地区是分散的阵雨雷阵雨天气。强雨带主要位于内蒙古东部和黑龙江西部，嫩江流域上中游将有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流域过程雨量呢是15到30毫米之间，产生的径流呢可能对嫩江下游白城和松原段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要注意做好这个巡查和巡访，注意可能出现的洪水风险，还有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今天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6到17摄氏度。白城小雨转多云，23到15度。松原小雨转多云，26到17度。四平雷阵雨转多云，26到17度。中方强调，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极不可能，这是中国世卫组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得出的明确结论。如果有关方面坚持认为实验室泄露不能排除，就理应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北卡罗莱纳大学开展调查。随函附有关于德特里克堡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疑点。关于北卡罗莱纳大学巴里克团队开展冠状病毒研究情况，以及超过2500万中国网民联署的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基地的公开信。
文件指出，德特里克堡基地是美生物军事化活动的大本营，国际社会对于美在该基地的活动不合法、不透明、不安全的关切早已有之。该基地中的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问题最为突出，且存在与新冠病毒关联的诸多疑点，如相关论文证明该研究所与北卡罗来纳大学巴里克团队早在2003年已具备极其成熟的 SARS 相关冠状病毒的合成及改造能力，以及2019年7月该研究所相关实验室遭暂时关停后，德特里克堡基地附近社区大规模爆发呼吸道疾病等。文件还指出，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拉尔夫·巴里克及其团队长期系统性从事冠状病毒研究，掌握冠状病毒合成及改造技术，并已申请多项冠状病毒领域研究的专利。值得注意的是，巴里克团队与美陆军传染病研究所合作密切。据报道，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情报机构所谓溯源报告不太可能就新冠病毒究竟是来自大自然还是从实验室泄露给出明确结论，部分原因是缺乏所谓来自中国的详细信息。对此，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国政府通过情报机构搞所谓溯源报告，不是为了寻找新冠病毒起源的事实真相，也不可能是一份基于事实科学方法的科学报告，而是为了推卸美国自身抗疫失败的责任，向中国甩锅推责。这样一份栽赃报告、政治报告，自然不可能就病毒溯源得出任何科学的结论，只会对国际溯源和全球抗疫合作造成干扰和破坏。美方声称缺乏来自中国的信息，我可以告诉美方，这不过是他掩饰自己情报溯源失败的借口。中国和世卫组织的专家已经发布了联合溯源研究报告，里面有充分的、权威、有价值的信息。美国是全球疫情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也是向外扩散病毒最严重的国家。美国疫情发生的时间线不断提前，德特里克堡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实验室同新冠病毒的联系疑点重重。国际社会强烈要求美方就此展现公开透明，提供详细的信息，而美方对上述问题避而不答、讳莫如深，还不断地设置障碍，这只能说明美方做贼心虚。美国关心的不是如何找到病毒来源，而是如何借溯源打压别国，服务一己私利。俄罗斯病毒学家、莫斯科国立大学生物科学教授阿格拉诺夫斯基近日就病毒溯源接受了记者采访。采访中他说，美国计划发布的情报机构提供的新冠病毒起源分析报告在科学上站不住脚。阿格拉诺夫斯基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生物学院病毒学系从事病毒研究，他认为病毒溯源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命题，应该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去研究，整个过程可能耗时数年。阿格拉诺夫斯基判断，美国并没有掌握任何有价值的资料，美国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完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Я не считаю, что разведки должны заниматься такими вопросами. Значит, они могут опять собирать какие-то косвенные данные.И пока что тот отчет, который они представили, по их собственным словам, базировался на данных СМИ и публикациях в научной периодике. Это все очень шатко.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такое движение. Это к науке не имеет никак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阿格拉诺夫斯基表示，美国将这一问题政治化是不尊重科学的表现，也不会对解决问题产生任何积极影响。与美国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政府在抗击疫情上的开放态度。Вот китайские ученые поделились секвенсом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ью нуклеотидов SARS-CoV-2с московскими коллегами и вообще и с другими коллегами из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тоже.Благодаря этому удалось синтезировать ген белка шипа SARS-CoV-2
И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вот эт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создать вакцину «Спутник Ви». Но это очень правильный, разумный шаг, потому что тут прятать-то нечего. Надо, наоборот, делиться всей информацией. 日本媒体24日报道，据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已经决定通过海底隧道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放至近海。报道表示，选择这种排放方式的理由是更容易让核污染水在海洋扩散，而由于开凿海底隧道需要稳定的地下岩层，东电决定于9月开始对相关海底状况进行磁力勘探。 之后实施钻探调查，以确认地质结构。东电还将在9月向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实施该计划的申请。受2011年发生的大地震及海啸影响，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一至三号机组堆芯熔毁，截至今年3月，核电站内已产生150万吨核污染水。今年4月，日本政府作出决定，称要把核污染水排放入海，据称排放将于大约2年后开始。 预计将持续20年至30年。对于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以福岛县为首的日本各地渔业从业者也一直强烈反对。昨天，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负责人表示，该组织坚决反对将核污染水排放到海洋的立场没有改变。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同一天也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已要求日本政府对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的方案进行负责任的说明。 但至今没有得到具体的答复。日本政府昨天就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相关问题召开会议，并表示，核污染水排放入海如果导致日本渔业形象受损、海产品需求下滑等情况，政府将通过新设立的基金等暂时收购可冷冻的海产品加以保存，对无法冷冻的海产品将帮助扩大销路。 冰激凌博物馆呢，曾经作为一个现象级的话题刷爆了世界各国的社交媒体。当年首登美国的时候是一票难求，如今这家网红博物馆又开到了新加坡，既能玩又能吃，还能拍照，只为给你独一无二的甜蜜体验。为防止新冠病毒传播，冰激凌博物馆严格实施门票预约制，游客入馆前必须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或者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 冰激凌博物馆面积超5500平米，以带给人们快乐的冰激凌为主线，串起一个个不同主题的房间，满足游客的拍照需求。冰激凌博物馆2016年以快闪店的形式在美国纽约率先开张，吸引不少明星前去打卡。继新加坡分馆开业后，冰激凌博物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也开了一家分馆。 本月，荷兰的一座博物馆呢，开始了举办名为“盲点”的展览，用实物还原一些艺术品描绘的场景，让有视力障碍的人士也能欣赏名家画作。这场展览中，荷兰画家弗洛里斯·范戴克的作品《静物和水果、干果及奶酪》以另一种方式呈现。画中的实物按原画布局固定在画框内。 参观者不仅可以触摸画作，还可以借助耳机等设备，同时获得听觉、触觉、嗅觉等多感官体验。这不仅方便了视力障碍的人士参观展览，视力正常的参观者也可。